8月25日，林心如在微博上晒出一张照片，并配文假装很悠闲，事实上是根本不想走出这张遮阳伞。照片中林心如妆容精致，皮肤白皙，一手握着咖啡杯，一手托腮，正在遮阳伞下休息。网友见此纷纷评论，人美说什么都对，不要晒黑了，你是不是怕走出来被晒成小黑妹？其实我们还是很爱你，晒晒更健康。